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孔子说过，或罪于天无所早也，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又为天理。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有解释，对与所有者天厌之，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上天又会唾弃我为为乎？为天为大，伟大大只有天最高大。天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天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情浮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道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形，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无不知其名。讲名曰道。清净今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一子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有得以晓得，要然无可摧毁。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常常会带着期望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做事情已经绝望了，我们只好看其天不同人愿，最后取经若起死回生时，我们会高兴地说，天理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如空中有许多电波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电视，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浩瀚宇宙和微妙自然，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有一位真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外部是借着他造的，白费造的没有一项不是借着他造的。新约约翰福音一一三，圣经创世纪一点零一分。起初神创造天地。历史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又有了光。
General 1:4。神看光是好的，又把光暗分开了。General 1:5。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天宰明明上帝无量清居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天宰老母娘明明上帝老母娘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又称无生老母又称明明上帝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音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就如大雅所说的音之未丧失各配上帝朱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既是朱子和程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五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基督教并且归正论第五六页老母娘清净经云大道无情生育天地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德经首母章第五十二天下幼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亦知其子不守其母或身不在防护君子持戒三戒为道无尊我无尊生克制化老身份三戒十方母为主养育正凡一灵森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性佛即是灵看不见空想但是它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知识的身上所谓造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天主佛与自性佛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住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时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十七二十一道德经混成章第二十五有物混成天天底生其息了息无力而不在周行而不在所以为天地母无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常为之名曰大大曰尺尺曰远远曰反物浩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欲中有自大而人居其一边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万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方中地尊为大在各处人地奉我的名烧香马拉基书一一一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德经会成章第
第二十五黄母老母娘吉是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黄母天母天上的父也和华万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明上帝造真理老母娘子俊明明明明一点光上帝赐而珍宝藏无量慈怀传弟子心虚大化救人皇至尊无上威灵理至圣心法不贤良三业法与慈云普十方父母保母娘外灵威根乐欢喜真来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在无名上帝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时方幻灵真在一点明明上帝圣号之意以明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所以明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也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上帝及宇宙的最高主宰他是诸天神圣三是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体运行日月照相万物的大主宰在人而言亦如无人本具一本性良知如一爻之大人愚蠢之大小驾驭之大功文王之大德周公之大才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恕释迦之能性耶稣之博爱穆圣之清真观音之道慈世智之喜舍文殊之大智普贤之大行弥陀之平直观圣之刚正纯阳之居民五度之精忠等十方众圣三世诸佛一切奥义妙体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上帝的性体性虚空遍法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不到的一切全是上帝所变现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上帝的灵光大而无极范围天体小而无内体入无间凡是日月星辰江海景泉白云彩虹雨露霜雪一花一木一毛一蛋宇宙森罗万象全在上帝的性法中无量心居形容灵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无量妙行之本处无量功德之源头是真功妙有虚灵不灭的至尊至圣至尊同其位为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敬奉其德是圆融完美无缺的三界十方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十方指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上下表上帝的性体性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三
解二十八天不换灵针，再说明上帝的圣灵，纳而无极，大为天地小而无内气，入无间，为万有之本源，外化的真主宰。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持，在传统道场亦有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以母子为代表，其意义如同明明上帝，具有形上意与形象意，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三解十方万灵真，乃至尊至圣无量心虚言，其本体尊崇其位应奉其德，乃主其尊用在万灵，便不能用在普无言为范，以及情从其大说明其相明明上帝母子与母同音同义，自情与母母自相近，母子的情义一点中压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体用则一为母，有体无用则是空，有用无体乃直向体，体即用即用即体，即用合一，即是佛也。二节点代表无极，点代表真如本心，三点中线拉直口呼圈外，表示在乎太极之外，贯乎太极之中。四点母字正转有时母，表示天天灵性之母，天天母乃万灵主宰，灵性之母心无形，拥有之如来自性。太极字的情义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两点是阴阳，代表用，从代表无极，众生阴阳同时心，代表真如本心。太极无色妖，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一点无叫天上天上帝明明上帝为皇上帝等，中庸交涉之理，所以是上帝天命之位请，诗经小雅明明上帝高临下土，大雅上帝灵主无爱耳听，书经昌大为皇上帝降中于下民，若有恒性。二点佛教大日如来毗卢遮那无生等法华文具，为本法身如来毗卢毗卢此三已遍一切处。参经一问品，若悟无生顿法，遍西方只在刹佛。大日经书亦云：梵音毗卢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安遍名之意也。从十六曰：所谓毗卢那者，日也。如世间之日，能除一切暗明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是也。今法身如来亦不如是，故以为欲也。三点道教无道无极天尊等，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底生，即寂寥寂无力而不改，中行而不在，可以为天下母，无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点也叫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
古典会叫阿拉真主。乌克兰经卷一奉大人大慈真主之名六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解时方万灵真载真乌克兰经。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制服了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二九六亿。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夜雨水十一子的大地复活呢，他们必定说真主二九六三。真主古兰经他是真主是无一的主一一二一真主是外物所养的一一二二他不生也不被生一一二三没有任何不合理与他一一二四真神造上帝生命在他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等人不是从天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一四九。一三一四耶和华耶和华的冲突在灵魂之地里乃是自有拥有的他地及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母之礼天在诸天之上为万灵真载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整个宇宙充斥着舞动的能量不论是舞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由你分为二就对你思化你为达那若其我果瑜伽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快点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三点二十四分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何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或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神上帝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头里他就成了有名的活人创世纪二七五要谈到国家所严正法典唐林山柳枝定亭主人公真主人真如等等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道家所言古神符符玄敬重妙之神等等
回调左圆米木亮木米木回魂之地等等。一孤调原石日降用火尸体改门等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土，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的根除没有经过国师尊名师之典，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道的重要，经典印证亦无有证法眼藏涅槃妙经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结传。二佛在灵山过远求，灵山只在普丁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为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经，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不除魔和迦叶。世尊至多日塔前运魔和迦叶分作令所，以增结余为之。对照曰：无以正法眼藏密布于主仓库时，普灯会圆卷一七佛释迦牟尼佛住僧伽尼比丘三一之一，华译为旧句十一，有诸为大一，有九爻至二十五爻至成，是作大法会，或是点国家元首众臣时所观的。正法密传会能及会主一三不入室，足底压沙之为不尽人见，会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会从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训练眼睛，语言和一致性本自性，心性和一致性本不生灭，和一致性本自举足，和一致性本无动摇，和一致性能生万法主之物本性。会能曰：不是本心，觉法无已。若是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兼人师佛。The lamp in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in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一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经会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改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三节。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there.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会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载能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字。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a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听到有声，门是窄的，听到的人找到的人也少。开宗国际宴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会照圣经新约成书。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ble, Edition 0.8. 国家沿步走正门，进入四声六走，开声二牛马羊狗之类乱声，眼鸡飞禽之类失声，口鱼虾水无之类化声，以马与蚊虫之类迷顽风，气天神不及在世猴该为人任务归根，修道自己在泥土的乐为有任务归根，方能高声了子声，登圣誉前端，永托苦百姓，四垂五教皇母慈氏被恩师弟子点杀身难报，从如山恩四海实际军团，若不受妻子点怎能托苦，又怎能了生子不受草灾，上草土下隐尊全行失利，各应当报答恩尊西安台皇母持戒第七戒，五妖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四点木海默德可兰经文难了事，速拜真师反着七二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全真意，赞美诗不作高歌，三铁太上老君道德度前卫严谨，速拜公堂早归根，四显示迦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如感自在这端康的五殿孔老哦，前显九十几岁了，中神之法之前显九十几岁并进安吕燕本人古人云白藕绿叶红莲花，三小原来是一家三大圣人发性子，得了靠庙回老家务又奔末，是有忠耻之作天后得病到矣，定小爱修道，但不宜只有定小，我今晚看正道我都哭了，本末导致实在可提前老母娘的奥妙道，但是你东坡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姑姑在庄子曰：‘所不在’。”这二三十条的，这真无看开了，二三十条。提而后可。这四条的。庄子曰：“在楼里。”曰：“何皮下？”也曰：“在皮百。”曰：“何皮玉下学？”曰：“在。”曰和皮玉沈杰曰在使你很有创意，很有创意，这样运动又过目睭，庄子曰古子之问也，勿不及直，正果之问于天是虑于己也，为下欲望汝为莫比胡桃树，只造作是大言必然，周天前三者一名同时其其地也，庄子之内修第22老母娘的心声，第三山多母子离乃不得已，皇母训子十戒一戒亦当诸天位分混沌，未看妙明明无人我通通一环，有六亿元佛子任天同聚九州头无烦恼，自在安然天兄弟天姐妹身来伴随母来随母去不离身，天地各国任逍遥水一环，
讲到过目睭，啊，连那眼所眼协调，所眼协调，含五句，训练所眼所协调。哦，我讲你话，等你过来教，全感觉牙骨一致，用熬油煎煎，尿尽门卷来过，下去香芹盘吃的是仙桃点浓香玉米，欢的是耕耘节，先先先先老母娘在听。用个字眼一字眼看安装怎么？文教育是太保，静静来听风，外把外累根人同那妖妖鬼异处，不告为母我命。七国是李坤田，外八寨地处顶天，此成九又难举口，会满意是完全经济，称为天盆谷是金狗的国际，降临为地五百山，欢聚云会天地交日月，和教会阴阳合阴君换类生全子，以是天天妙开地之本无机之海及洞房及昆田老母娘的经生，三道经历比一道居灵之妙道，生一生二派九生三一本散万出灾，四不误有其奥妙，是神仙地难尽言，天即成地一粒，外物其北东古无人烟，缺少女男那时节为母，我无奈之虎方舍我有六子七样，凡仙侣次的差员国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止，凡无奈何为母，我造下解酒三山泼红醉了菩萨，佛南设一个大千池，其来洗澡，趁机会先衣鞋收为礼，先众佛自救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千衣鞋，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声？是为娘我悲痛泪，原子呼唤耳，祝等祖宗分莫要再脸，如若是天衣鞋腰与耳等耳，那个亦不肯再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盘地，冷饿了失踪国子，可以听全众佛子如要回悲哀悲叹，问母我是何时方法家还母言答，三期末打开不住清烧书清记，请清度佛缘降道乃为救良善，降劫乃未收恶煞，解泪你于探子归，需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莫别时其发过惊现孝圣法前，不畏考验间守愿解奉不龙华，即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奉无量尊严，在里间极乐之天国里，愿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成其青龙化作彩色凤凰，愿意取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无惧寒无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恰是温度无惧无暑，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环理气，里天以效果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数无管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过，下棋或江亭垦田达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弹琴交浅，礼天之静无闷怨之
是到旁边举办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仙桃果琼香玉，你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香玉，你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蟠桃之果实，亦称仙桃。蟠桃时周济东海，有山名古左山，上有大桃树，蟠区三千里，约蟠母。武帝内传七月七日，西王母降一仙桃自科玉帝，第十折收亭和玉众之。那商朝名将母曰：“此桃三千年一植，冬夏季国种之不生。”帝乃指论古即为圣玉至善宝，定定而因通万化万类根源理焉，是至善宝义，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将欲，此地至虚至境，然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妖子会辟处与道为母，我命西国治理昆田一园十二惠子，会开天狗会辟地平，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壬灭酉会地灭虚会烟灭太会昏沦美会恶牛幻灵八百年一元共持二万九千六百年七国治世三国收元七国治世南方是爱国六千年北方生育国四千八百年地一万零八百年卯会东方甲山春国三千七百二十年西方有长生国七千零八十年己一万零八百年辰会西北方东古国五千两百八十四年东南方龙野国五千五百一十六年第一万零八百年四会东北方地天国五千八百年伏羲时代李国五百年第六千三百年五会中三国收元燃灯古国青阳齐上边韩莲子会世家文国红阳齐掌边韩林山会弥勒古国白羊齐统帅掌边韩龙华会万拉在地数独烟齿成有肉在指丑会满地齿完全子会开天一万零八百年边从肉口会一万零八百年地完全体会会数仅一次圆满地会圆零收回又会灭地机会灭天海会重回魂魂听气生为天寒风雨听斗浊气养名为地古法山川听气上升则为天满天不满的河畔听斗只为辟业所居之故，众国之辟下降歌为地，化以为众国之辟所凝结而成，形成了五百山川，只为上业所居之故。至阴会天地交日月和教会阴阳和阴君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辟地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看阴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节相交替控制不好坐你一叮当孕而育生万物挺美
自己起天天要开体之粉乎其性态及凤凰哦搞搞搞够辛苦是天天妙底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主境属理天太极主动属气天你有创意的活动啊黄极主化属上天那个相机镜以及道机灵之妙道生一生二二生三道一至理理一至道好念比例了橡皮筋只能一个人一条哦啊笔可以两三支啊这不容易啊会滑到一能生滑掉二能生三三能生哦全贤都来帮忙无极生太极好多全贤太极生两仪好多全贤都来佛堂观心三才者天地人小菩萨观心而生很多全贤的机会来这边万物行功疗愿的结善缘还可以渡人来这边参观呢可以带人来参观呢然后第二个礼拜天可以修道啊济公活佛慈悲啊还有个万物齐备中土地无人间真罗缺少女男天地气成万物也齐备这就是向天一称对国世界贪苦世界苦海喜爱风俗等等名称不一而足这是解被创立之否尚无人间缺少男女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运动时间哈哈小朋友结为母我无奈之苦方舍我有六子七将凡间由于天地有定数不要乱画这个不要画大家这个不能画到啊不能把它画到啊那盖好盖时机已至老母娘亦有无奈之苦还舍向皇母之九六人开国子以及向平凡间接受种种历练屡次的参援国公府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置翻于是老母娘妹正开显元国子下凡向您拿一张老母被怀疑拿一张起来画画回去一次拿一张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公府无奈何为我造造解救三山波红碎了菩萨罗身在无可奈何之下老母娘只好造下解救在三山波红碎了原本就是活菩萨的原胎活子设一个大坚持起来洗澡趁机会天机协收为礼边老母娘还设一个大坚持你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趁机会将大家的千金千钱都收回里边众国子就请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千金钱则在哪边众国子就请之否千千不到老母娘就不见千金千钱为娘我非后累原子屋万耳众等不公分莫要再脸老母娘因为要与众人开国的分离这就运动过吧就过过秋感到悲痛而流泪并且呼唤众国子速速往东土而去千万别再留恋于礼天之舒适自在如若是天机邪妖与霍尔邓尔那个亦不肯再是林凡老母娘若把天机天前交给原胎国子则又没有一个肯向林凡天留下来治理世界的树枝和树叶
之寒地冷饿了，吃中国子所以心全到了凡间，若天气寒冷要折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你去寒地冷，若肚子饿了就去公子国子吃，口渴了就取清凉泉水喝，众国子独要回悲哀悲叹万母，至何时方返家还？众国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也不要失了魂魄一般，悲伤地哀嚎叹息，纷纷问老母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母言答：三期末打开普渡经烧书听记，请听入国元。老母娘回答说：等到三期末节打开普渡的时候，老母娘会亲自烧出祭品给大家，并且亲自来度化众缘胎国子，到一回家之路，家家请出皇母、天子、师姐以及天国圣训，都是皇母烧出进入化国子众生。众儿女今由一杯生下放为母，我也和同父与黄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众元开国子心中有存惊疑，悲伤地放声大哭。老母娘见众国子如此惊疑悲痛，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元国子，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有告知的合同皆是凭证，此不玄佛子东土而根治世界为男女灾异人间，从此皇母之缘开国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便治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尽管异人间烟火如此分色东西好不难过。自此我众国子受尽熬煎子各分东西，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而众国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堂弟白骨不知名利无煎熬安的咸鱼哦，今天农历363了，妈祖圣诞日终于终于马岗尾天后宫请客是终于终于请客，别到现在屈指算来已有60000年了，自营会生人以来至今未知出已将近60000年时光，每每想起众国自在世间受苦受难，皇母内心就难以安舒。一别千古一别60000多年，今时下月也至为母降道拆三国半末后普渡收元，现在时运已经到了，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元佛子，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并差遣三国万里末后一着的普渡收元。三佛燃灯普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任礼时修一礼不一人修道，任指真一人一出错一礼是良心二堂公了愿，天不能言地不能与人能同道，非道同人结论而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圆满，儿的光明坦荡照耀母的灵明心虚
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儿的无私无我回应母的无边无量，儿的毅力不摇弃入母的永垂不休本尊与分身关系。还有解释对资料来源网址：小朋友儿童读经班有没有解释的？妈祖圣诞的日子哦，从凌晨就开始下大雨了，闪了一下大雨，华语出日了。画面正中央的前方树多的地方是下眼国中，下眼国中正前方三观音庙，三观音庙。前方4 7 6 7 4 4 8 3 0 5台南市教会呢，基督教台南市教会，到前方到远方，再远一点，再出去远一点，下雨了，然后再往慈惠堂，下雨慈惠堂。